嗨，大家中午好啊，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我是韦博，欢迎来看我。我今天是小粉红，你看这人在那贼笑。对，他今天称呼我为小粉红，Who cares？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参加别人的婚礼，就是在台湾第一次参加别人的婚礼。我之前参加过一次，那次是自己的婚礼耶。好了，去看看别人的婚礼，关不关吧？这是一条楼梯很长的捷运出口。我们下来以后还有，现在怎么走？还没有到哦，好热哦。是怎样？现在？哎，你不是说要？我好像在做 Foodpanda 的广告啊，而且我今天跟他们是一个颜色，是不是？香格里拉国际大饭店，在哪里？啊？不知道，好看你细节。来了，然后不知道在哪里。B one，那就下一层就好喽。是近点，没错吧？看起来好像没有人，是吗？怎么没有我认识的人？没有人，不是没有你认识的人。这是喜饼是吗？啊，太黑了。6年前，他是我们婚礼上的伴郎。进到婚姻里面，要来一起完成今天我们这个证婚。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带领着我们，其实，在婚姻里面，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。看到我自己结婚15年，我跟我太太在这15年当中，很多虽然尴尬，却透过慢慢的分享彼此的生活及工作，越来越了解了彼此。后来才发现，上帝没有告诉我，其实你的脾气不太好。男人在外面其实扛很多的压力，男人在外面有时候好像很勇猛、呼风唤雨，但其实他们心里面常常都有说不出的苦跟压力。有时候即便跟自己的枕边人都不知道怎么分享。上帝创造男人就是这样。所以上帝也人家创造了说女人，那么认真，创造了你成为这个人就在这里吃得很认真。帮助者，支持他，敬重你的先生，支持他，陪伴他，并且做他的帮助者，你是否愿意？我愿意。我们给他最大的掌声。这是我的最爱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门口！我们一起拍手。
参加婚礼进场的时候呢，佳佳是拿到了一份喜饼。后来佳佳跟我介绍了，说我才知道，原来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宾客啊都有的，和我们大陆的人手一份喜糖还不太一样，是只有女方的宾客才能拿到的。我还在想啊，为什么我的台湾婚礼是人手一份呢？后来反应过来了，对耶，因为当时婚礼上真的是没有南方宾客。那就给大家来一个开箱吧，我们一起看看喜饼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哇，感谢你看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评论，也麻烦订阅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，拜拜。